跟你说，再说都得鼓掌。他自己都说好听，这首歌词如果唱歌不好听，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唱的，对不对？歌词好，重来，准备啊！重来！咱们别紧张，万马这鸟，大声唱。花，我就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。哦，好听。我就是爱唱歌，我心里的热情。痛快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不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嘴，每句都让心跳跃。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，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爱黑灵感无法喘息，我就是火，无论被谁叫醒你。Baby， 火，还要继续吗？不是，还要继续吗？就不唱了吧。别叫我停下来。喊慢。我一直在找寻，连做梦都在笑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好，想靠近我的人，做梦要对准。不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嘴，有你都无法遮的眼。我们已经来到对的世界，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。好了，九位。好了，我就是火，我还没唱完。啊？还唱完？什么？没唱完。没唱完啊？师傅怎么样？好不好听啊？好，继续。别问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嘴，每句都让心跳跃。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，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爱皮林格无法喘息，我就是火，无论被谁叫醒。火，怎样啊？可以了吗？他们说他们喊麦更好听。等，乔明，对，我要卖货。我如果这是我有这么好看的配音。你跳音，他这位喊麦，他这位喊麦，喊麦是吧？他喊麦，我跟你说，比唱歌还好听。唱歌好听，卖货了，你看这个卖完了大海面，大海，我卖完了。面，这个大海面，兄弟，面。吃面，快！阿肖，大海面，快来！来。大牌面是真大牌，这么大个大牌，你给兄弟看看大牌，你把吃掉。大牌面。我还有这个面，牛肉面。还有牛肉。这什么炸酱面？来，你们就打个碗吃。这什么面？来，猪肚细面。啊？猪肚细面。不是，这个是什么配料的面？八宝炸酱面吗？炸酱面。来，媳妇，吃面。嗯，用大牌面这牌子，想不想？想得很，把这牌子卷了。牛肉，
来，小黄，吃块肉。来，嘴哥吃块肉。哎呦，师傅，你对我真好哦。来，小妹吃块肉。哦，我的，那我的肉比你是比小妹肉大呀。你、哎、那你给小妹换一个。哎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非常好吃啊。大排面，兄弟们，大排面。是吧，这叫松鹤楼苏式面，他这个家有线下门店的啊。对，线下门店有多少家？不知道。他们也有线下门店的啊。线下门店有很多家啊。他们线下门店，你知道有一碗卖多少钱？卖20多。红烧大排面，兄弟，就这一个排，刚才看了排，排了，排了吗？吃掉了。刚才的排看到了吧？就这一个排都要多少钱了？啊，这一盒不得10-20块吗？两个大排面，刚才给你看到大排了吧？再拆个大排给兄弟们看。我跟大家讲啊，猜一个，他们这个味道和分量都分都是非常精细。来，给你们拆个带盘来。哟，你呀，我撕烂了，你看全撕烂了。哟，哪？大排，大排，掉了一块，掉了一块，掉3块，是吧、啊？他们家线下卖，他们现在有门店了，有非常多家门店，门店是卖20多。这一款面啊，现在。直接做出来的这碗面，跟现在门店价买23，一份23，味道还有分量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，一份23，啊，可以不用线下去吃了啊，2份46吧，对，藤椒鸡丝拌面，有鸡丝，放心吧，我承认的，再来，番茄浓汤牛肉面，就这个番茄浓汤，八宝辣椒面，就这个。看八宝，看八宝，肉，来肉吃，就是有点凉，但是可以吃。兄弟，这么多，刚才这两盒都要46了，多少钱？就23,000，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这儿卖，必须得报价，多少钱啊？49.9上车。市场买的话，兄弟们，你们就现在买的20块一碗，20左右，哎呀，是大牌啊。现在你们可以直接在家做了，可以直接在家就吃到线下的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面了。不好吃，我喜欢吃的大排面。你、这个汤面也不错，我也感觉。好吃。喊麦吗？喊麦，那喊麦很好听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这个要是如果喊不好听，你直接打我。刚才好听，我刚才没说不好听。这喊麦比那唱歌更好听。兄弟们说我们麦，兄弟们没说吧？兄弟们，你们前半天。小妹喊麦，我跟你说，喊到你灵魂出窍。大排面，这排真大，兄弟们，这是一半啊，这被吃了一半了。你看这排，兄弟，你看这多厚度，别人说薄，这也不薄了吧？啊，兄弟啊，我的妈，这我跟你说，你要吃了方便面，要说牛肉要牛肉面，那牛肉能有指甲盖那都不错了。对，49.9，你瞅这大排面。相当于8块多，比你们在线下的那家门店吃一碗，想说吧，来，我能说一口，说一口，你们这个肉搞一个，说，是吧？比你们在线下吃一碗划算多了，说给兄弟们看看，这个划算多了，对，吃进去，再吃点咽，你知道了吗？还有嘞，干嘛呀？得吃的咽，不好意思。吃的燕子，我家就吸没了。乔妹喊麦是吧 ？OK， 稍微等一会儿，就让乔妹给大家喊麦。乔妹喊麦真的好听，师傅。我真怕给我直播间喊没了，我兄弟们，会不会给直播间？你让兄弟们说好听，真的。这面真好吃，兄弟们，这个细面真好吃啊！这什么面呢？啊？就是松鹤楼苏式面，6盒，兄弟们，6盒49.9，真不贵。我的妈，6份，2份大排面，一份大排面就23，2份46，大话西游又给你加4盒这个面，才49.9，不排白不排，兄弟们，这个真不排白不排，谁拍的？对，绝对不能。新鲜蛋了，兄弟们！小黄喊着吧，小黄喊吗？你俩配合喊。兄弟们，这是小黄还是乔妹喊呀？小黄会 rapper， 小黄是 rapper。
乔妹子喊麦，一会儿来个喊个什么东西？什么呀？大话西游是吧？我靠！大话西游哎！大话